那个老妈擦上了，这拍视频咋就擦上了？不是气我，我干嘛要擦着呢？我这碍着我这家具，我就得付出着，我就得干。那不为什么就是拍视频的时候咱就擦，皮肤时候也不怎么擦呀？别废话了，拍视频我不干了，你别那什么了，你真到什么叫拍视频的时候，就本来就该擦了。行，我妈其实平时还挺爱劳动的啊。不是，就说呀，你这看着土土土了吧唧的，你这也不像话，也不用该打油了，好，赶紧的核桃油，核桃油上来啊。这好多朋友啊私信问我，咱家北房这一间房啊，关于这个房子进深这东西我不是特别懂，得让我妈来说一下啊。咱进深有多少呀？这个进深相当于深度五米五，五米五，通门到墙五米五，嗯，高度六米五。你这高度六米五是得到顶上是六米五？顶上，后来咱们家做了一个防热的隔层啊，我估计也就五米五了。啊，那现在到这个大梁面呢？三米五可不止，得四米多吧，到大梁面。反正总的来说，现在是应该是五米五的高度。啊，咱家这个北房啊，一共是四间，两间做到了这个单房客厅，是吧？对。一间做两间作为卧室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卫生间，对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妈，我想问啊，就是说当时就这些家具。啊，你怎么淘来的？就是这家具好像每个家具款式都不是一样的，啊，咱就说这个吧，先擦这个吧。其实这个是一摞垫的啊、嗯，就是里边是就老北京话叫摞垫，其实就是海的贝壳什么的，嗯、完了它这个抠出来的，完了给压进去的，也是一种工艺。嗯，啊，以前老北京好像有的人家就有，我是有点老北京情节。嗯，老北京情节呢就喜欢这些，装修完了以后就到处淘淘吧，其实也不是多老的，它就是老式新做。嗯，但是是这种老八仙桌的这种感觉。从哪儿淘的呀？在这八仙桌，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在一个老的那个古董店里，但是它也不是古董啊，就是在一个卖这些老东西的地儿买的啊。嗯，他说的是黑檀木。嗯，哎，这个雕花都是手工雕的还是机器雕的呀？应该我觉得它这个它就是一个抠出来的，完了一次压成的吧。我也不太懂啊。不太懂您买？我就喜欢呀。它是这个都是手工的，这都是手工抠出来的，完了这个镶嵌进去的这个、啊、嗯，螺钿。就是还说后边这木幔。这是老的，这是老的是吧？嗯，当然这不是北方，这应该是南方的东西，这绝对百年以上的。啊，嗯，您这东西等于说白了，咱家所有家具都是全国各地这种地方淘的，包括世界各地，是吧？嗯，是。看上面大羊头，这也是淘的是吧？这不是羊头，这是你大牛啊、哦，我呀，这是一个大的给的，一个大的送的，嗯。还有说大家老觉得咱们家这装修风格有点偏暗，今年咱们是不是得改变一下？本来去年就想改变，但是那个、啊、其实壁纸都买好了，嗯，那个人没在北京，所以就没弄，所以就等、啊、花钱确实是，对对对，浅的亏。对对，还有大家那个眼睛比较尖的朋友啊，看一眼像咱家的藏柜了、嗯、啊，这藏柜高度一般的家肯定放不进去的。对对对、嗯、是这个三米的高度啊，这藏柜三米，嗯，啊，这有什么来历吗？这藏柜？这个也是当时应该是在2007-2008年，正是那叫金融危机的时候，嗯、这个都是做出口的。你看从远处看，这个跟唐卡似的，嗯，这个好像是西藏藏柜，是一西藏很有名的一个搞艺术的人画的。你看画的多好看呀、啊！这是画的。对呀、啊，画上去啊，跟唐卡似的，也有质感。特有质感，嗯嗯，结果呢，我一眼就看上了，啊，它那个立体感和凹凸感非常强，它有点就是像唐卡，它每一块还不一样呢。对对对，它那个、嗯、你看跟那个细节上，嗯，衔接的特别好，这也挺沉，嗯，而且都是木头上刻出来的呀，嗯。嗯，你看我这个也够惨的，
我买的时候，我这个是在2005-2006年的时候买的。哎呀，买完以后那天上的时候，呱唧掉地下了，一下就摔碎了，都没修呢。矿哈。嗯，这上面全是什么佛手啊，什么特吉利的，什么什么这花那花的呀，还有那个小鸟，吉祥物都是。嗯，看看对面那墙那边108单将。啊，这也是一个，在一个那什么，这好像是山西，这是山西。啊、嗯，我当时看了这个，这个小画块木画框以后，就觉得很喜庆。啊，你看这红色，好像是谁给谁来祝寿似的那个感觉。哎呦，我就一下子喜欢。数过吗？多少个人啊？真没数过。你数数，我数了，应该38个吧，40个。嗯，妈，这沙发从哪儿整的呀？这沙发看着都是应该手工雕出来的。对，这是纯手工，这是油木的，这应该是泰国的。嗯，泰国，你看他这个，我觉得特有讲究。他们说这个也是一个学佛的人啊，嗯，那什么给我的，传个圈传给我的吧。这个你看啊，菩提树、天路、大象，看泰国的那种，而且一式一样，它没有一样的。你看那椅子上，它这个是一搞艺术的人刻出来的，非常好，嗯，寓意也特好。这个是桃花心木的，不是柚木的，说错了。嗯，它这个和那个的椅子，这个一共4把椅子，每把和每把都不一样。这个跟这个茶几是一套的，这茶几这里边也都镶了东西呢。你看你说话就是镶的东西，就是大象啊。嗯，什么玻璃底下也是刻的，刻的呀，特棒，全是木，全是两个小茶几，还有一个大茶几。全不是那边就搁那边去了吗？对，两把椅子拉咱市里边楼房去了。这些家具都是老爸老妈一起淘的吗？还是都是老妈喜欢的？80%是我们俩一起淘的，20%是我自己和一个朋友淘的。那说实话，被骗过吗？被骗过。你是被骗过呀？骗过，被骗过。啊、从他那当时给你们装修房子之前，前那么几年，那个、嗯、是多少年以前了？啊、嗯，先不提这被骗的、啊，走，看看屋里边吧。好多朋友啊，就是私信问我说，这个他们不敢睡这架子床，这架子床有什么来历吗？也没有什么来历，就特喜欢就买了。看第一次睡，我反正挺害怕的。有什么可害怕的？啊、多好啊！还有上面这灯应该挺不错，琉璃灯应该是，妈是吧？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也特好。这是石头的，不是琉璃的。这石头的灯还是琉璃灯啊？石头的。石头的啊，玛瑙石的，玛瑙石，嗯嗯，琉璃是咱那个就是楼房那卫生间那种啊，镜前灯那是琉璃的、啊，对对对。这个床我觉得啊，住惯了，嗯、非常舒服，特舒服，而且特有那个严谨感啊，很舒服。还有这个，对，还有这个孔雀台，不是孔雀台，孔雀皮，这是孔雀皮的，这个太漂亮了。这个是纯法国的，好像是，也是，好像流过来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，怎么叫那叫什么？出口过来了？也不是出口，嗯，好像它是一个回流回来的。对对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好多石头，我想起了谁？奶奶呀！自己在院里捡着石头藏起来了，就不知道藏哪。他告诉说这是高级东西，上面这是孔雀皮，嗯，非常漂亮。写字台，对，两边都有抽屉，非常好。卖吗？妈，不卖。你看，而且全是木头抠花的、嗯，太漂亮。而且这个你看都是怪兽，特吉祥的怪兽。是，那边也是，太漂亮，两边都能看。行，妈，我帮您分担，多分担分担家务活啊。我不行，给您请小时工来打扫，行吗？妈，别太累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、啊。没事，我觉得我妈再骗几次。这屋有电视，给大家看看怎么看电视。对啊，我就躺在床上，在这儿看。这儿有电视，看电视。下次我给您换一大点的。我不要，那么大没用。嗯、这个啊，其实为什么说这床睡舒服呢？到夏天蚊帐，啊一弄，也里边没有蚊子。是吗？嗯，挺好。挺好的，好吗？费了不少心血。嗯、但是这都是经验，被骗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你拉倒吧你。
你们就别给我拜就行啊，别给我拜，我治你们拜，别给我卖啊。看老爸喜欢那个。老爸喜欢的那个是一画案。嗯。啊。有那画案。行了妈，每天我也拿着鸡毛掸子帮你扫一扫。你要不扫我就拿这个打你。看都饿了，眼都不是，我就跟你们看照灯，你们就别给我拜就行。你看这鸡毛掸子多好不？打他老妈，烦的。我舍不得打我儿子。哎呀，变得真快。